变成小朋友跟变成那个动物都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他们会不需要就是在意外界的眼光。他说他想要我用高跟鞋的脚把那个饼干踩碎，他要趴在地上吃掉。他吃一吃之后，他突然把我的高跟鞋脱掉，然后把我脚拿去咬，然后手就是这样。那你的脚可以这样的话，你就上来。有可能这是手，这是脚，太软了吧？我是小光，我平常是宠物沟通师，然后我另外一个职业是调教师。要调教对，还可能是因为小孩不乖，对，要矫正他们的行为，公民与道德加强，不可以。对，招我的人真的就是会想要扮演小孩子跟动物这样，扮演 cosplay。对，但他们进入剧本之后，就真的是小孩要吃奶嘴，啊，给我剧本。对，定制剧本什么意思？就是跟变成小朋友跟变成那个动物都有一个重点，就是他们会不需要就是在意外界的眼光，他们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这个，对，就是忘却烦恼，打他们屁股这种。对，如果他不乖的话，打屁股，打屁股，这样打。该不会是那是 SM 吗？是这种调教，真的假的？一小时可以赚3000。真的假的？你怎么赚呢？内容是什么？对，提供什么样的调教？很简单。OK， 当初我在网上面看到一个广告，它就是一个腿很漂亮的腿交叉这样子的一个照片，然后上面的文案就是说，有没有女生想要来拍腿？不用化妆哦，素颜来就好，你就拍腿，然后就是脚趾头不要太丑或太脏，就是干净就好。脚模了，对，脚模就足模嘛，脚模嘛。然后他没有说要踩什么东西，他就说来现场再说这样。我就想说好，我就去啊，1小时3000，不用化妆。你去啊？我去啊，我去。真的啊？结果对，结果我去到现场，就是地上躺了一个裸男。然后裸男就我想要裸的哎，那我可以选我不要踩哪边吧，因为很恶心啊。他说他要你踩他，他要我踩他，他的要求。对，然后我就说，可是我不想要踩某些部位，因为我觉得很恶心。他说没关系，那踩他肚子跟胸口就好了。然后我说那我可以接受，然后我就踩。啊，你是穿这双哦？没啦，那矮一点，矮一点。没有啦，本来就有踩背啊。没有没有，他有穿高跟鞋。我有穿高跟鞋。要你穿高跟鞋踩他，对，所以他们要那种痛感。踩1小时3000块，对，比踩槟榔还贵。所以后来才知道那个就是 SM 的。对啊，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个，接触我觉得太好玩了，我下次还要。所以你可以，你可以说这边我不踩嘛，是可以。我可以，因为就是女王嘛，你在那个角色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对，你可以选择。而且还在美国接案子哦，对，还遇到了危险，真的。对，其实这样很危险，因为如果只有你们两个，他如果对，他如果牙起来，他如果想牙，我跟你讲，台湾真的超安全，因为台湾人顶多就是180就差不多嘛，可是外国人随便都是190、200。我遇到的那个就是他超高，他大概200公分。他进来就很简单，他说他想要我，用高跟鞋的脚把那个饼干踩碎，他要趴在地上吃掉，然后不要浪费食物嘛，对不对？他就说好，他要吃。他吃一吃之后，他突然把我的高跟鞋脱掉，然后把我脚拿去咬。他不是咬脚趾头，他是咬侧面有肉的那边，然后我就吓坏，然后我就很痛，可是我还要就是假装我是女王，因为你是女王，我就说放开，放开，哦，他才会听，对，然后讲了3次他才放开，哎呦，放脚，放口哎，放口放口，对，然后他就你对，那你很专业，还融入你的角色，在性上面是有一些特殊的癖好，我们通常都会听他们就是。最社会不能接受的一些幻想，然后我们就是聆听者，对，所以我们也起到就是安慰者的作用。好了，我们比较含蓄，你来介绍。这个介绍，这个很可爱，就是打手手，打手太小，因为这是大面积，这个拿来打屁股的，打大腿或者打屁股，然后你打下去大概40-50秒之后会浮现一个猫手掌，超可爱。哇，那你的力道呢？看他给我多少钱嘛。什么意思？没有一点给大一点。他如果是要打到有红红印的话，这样就有啦。这些玩具本来就是专业培训过后的工具，所以当然不是往死一打。往死一打的话，一根水管就够啦，我干嘛还拿这些？对呀，对对，然后这好像蛮适合给奶哥的哈，对不对？还叫哎叫，对，还有来脚底过来，还有宗教角度啊，是哦，有，这就是我以上天就是惩罚你。哇，我要带月亮惩罚你，这就疼嘞。对。对对对，铁链子这个打的还得了，流血吧？这个是用来就是
轻轻的、轻轻的哦。是什么？这是狗狗学狗狗走路的哦。还有这种，哇塞！学狗走路，这样走路，它在地上爬，它就这样走，它就不会受伤了。哎呦，这个是绑起来，手绑起来。这个是它叫做棒夹，它就是棒状的枷锁这样子。棒夹，我都简称。我只能讲可以讲的动作，那我就稍微讲一下。好。哦，然后手就是这样，那你的脚可以这样的话，你就上来。有可能，那骨头也太软了吧？对啊，你不一定要站着嘛，哦，这样躺着绑。对对对，这是一个啦，对。那你们这个一堂课多少钱？你说上课还是来找我调教？找你调教，来找我调教，一小时5000。一小时5000，就是被打。如果是团体的呢？比如说呢，四个人要一起上，一次接四个，我就会再找一位女王来陪我上，比较安全。那我问他可不可以？阿妹老师可以吗？两个。